这几年来，特别青年校园的案件是越来越多。呼吸道过性量上高的积极中心顺利时的指出，计正做是科学面糖啊、等等新型混合式毒品当地校流通，各小学童若是无注意，真有可能就食到毒品。已经教育局会当透过健康检查来增加严格严重的项目，但是这个提议是予现场特别市长罗清德甲教育局来反对。提出一大包科学面，呼吸道过性量上高一瞬的时阵，曝光新闻影片，指出现在的新型混合式毒品包装当在校园流通。小学生一个无细腻，就有可能会食到毒品。伊建议教育局会当透过健康检查验尿，查出学生等是有食毒。但是这个提议是去予市长赖清德拍斥。一般体健康检查的验尿，它是没有去验毒品的。所以你一旦就是说借健康检查之名给他验尿，可是里面验尿的项目里面有毒品，这个还是不行，因为这涉及人权的。除非他父母亲同意，否则是不行。同款以着临床为理由，市府教育局局长陈秀平也表示，这个方法无法度执行。全面的检查或是尿液的筛检，那你是持反对的态度嘛？因为怕侵犯人权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赞成这个方式的嘛？对不对？给他有人贴标签嘛？副院长，因为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哈，我们不能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有嫌疑的。那你是认，这是你的认为啊？你靠徛伫多数咧人的想法，当然我们不能够同行拢叫完满。多数的人认为说，你教育局应该这样做啊。郭新良指出，1905年全台湾有1000多位学生食毒，食 K 他命是占了60%。伊除了建议好好严厉检查学生食毒以外，也认为应该立法，只要食毒就处罚鞭刑，达到警告的作用。记者邱玉文、陈嘉生、齐继辉采访报道。